挑選用Archicad 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其實個宗旨都係即係大家真係想做嗰樣嘢，我哋唔係為做而做。咁最緊要係我哋啲員工係做嗰個日常工作係佢哋其實佢係真係做得開心，即係比起其他之前試過嘅 BIM software， 其實佢最大嘅優點就係喺個設計過程當中，其實係佢係比較 design orientated 嘅啊。咁譬如一啲平時做設計嘅 software 啊、Rhino 啊、Graphisoft， 其實係佢係非常之 compatible 嘅同 Archicad。我哋亦都有一個 direct link 可以係即時喺個Archicad model 嗰度反映翻 Rhino 或者 Graphisoft 嘅改動。尤其是比較年輕嘅設計師，其實佢哋係中意做一啲比較可能自由度大啲嘅設計啦，一啲形態啦。咁我哋發覺Archicad 本身嗰個 setting 啦，嗰個設計啦，係同我頭先講嗰啲 software 係好吻合嘅，好配合到嘅。第一日會用 Archicad 嘅時候，我都話我係要啲同事去試咯。咁其實係啲同事話翻俾我哋聽嚇，話翻俾老闆聽啊。其實 Archicad 係喺設計上係 OK 嘅，好用嘅。最大嘅好處就係、是。我相信有兩個咧，一個就係 visualizations 嚇。咁我哋喺前期嘅時候要做好多 presentations 嘅工作啦。咁 presentations 其實包括一套即係完整嘅傳統嘅 panel section 啦，同埋好多 three-dimensional 嘅 diagram 啦，好多rendering 視覺上效果嘅東西啦嚇。有時亦都會有一啲可能一啲 flyfull 啊 animations 嘅一啲短片。咁我哋如果傳統上要做完一套 2D 圖，再做一啲 3D dimensional 嘅東西，其實係會花好多時間，亦都會嘥好多人力物力。但如果我哋用咗 Archicad 咧，其實就基本上係比較少嘅人啦，係啦，同埋用少嘅 software 嘅 interface 已經可以處理到嚇，同時間處理到 2D 圖啦。一些 3D masking 和 rendering 的工作。